天在台南。
去吃鳝鱼意面，但是去吃鳝鱼意面之前，先来买双全红茶。推荐说不要点无糖，无糖的话会有点涩，他建议点微糖，然后完全去冰。那我再喝喝看喽。刚刚我喝的是高温红茶，而且离那个今天要住的背包很近，走路过来只要4分钟。然后这一间是老店，我住连住2间背包客栈都有推荐要喝，所以如果你有来台南的话，可以来喝一下哦。对，礼拜天公休，所以来的时候记得查一下公休时间。那我们就带着双全红茶，边走边去吃鳝鱼意面喽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